相助，中华的凝聚力，热血钢铁般意志力。可能就品质特别不好、可能不一定是一样的石头。你别乱讲，你都不懂。这样，我们三个人说的都不算啊。我们请个专家来给我们鉴定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来。有专家，欢迎。傅老师好。我们现在蒸的不可开交，您给我们来鉴定一下，好不好？让我来看一下。正常的话，用咱们肉眼看，杂质越少的石灰石，烧制出来的石灰品质越高。哇，那我这一堆可以。你们两个这两堆，品质都不错。哇，太棒了，哥哥！不可能，我的量多。来看看这堆，也不错，也不错吧？这块我看一下，是玉石，特别黑。这块是花岗岩。不是石灰石啊，那不白搬了？但是它也很重要。怎么了？长城的基石就是由它来做的。真的吗？对。这一条石的原料就是花岗岩。对，没事，我甘愿当这个基石，对吧？百丈高楼从地起，我很重要。好，这样不算了。想哭。好了，老师，那我们现在赶紧称一下有多重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吧。来，小心哦。好。试一下，萌萌，17.9公斤。第二名月儿，月儿差太远。马树14.15公斤。哇！第二名马树，我74公斤。体重，开玩笑了。恭喜萌萌。哎，任老师，现在石头呢？我们也找过来了。石头这么坚硬，怎么可能变成粘合剂呢？所以就靠这个小窑，它叫明火窑。在这个附近呢，还有一个叫冲天窑。冲天窑体积要大一些，更高一些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窑里，分四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就是装窑。装窑。对，怎么装窑呢？就是把材料放进去，放什么样的材料？就是这个，但是它是有层次的。第一层要打一个，就是轮毂，现在叫。架子把石头码放之后，是的，码一层柴，码一层石，先石头，码一层柴，码一层石，这就叫装窑，装好之后，点火烧窑，第三个步骤，冷却，最后一个步骤叫出窑，出窑就把这个灰从窑里弄出来，对，从上面出来，下边，这还有一个口，没看到这下面还有个口呢，大家看，哇。老师，这个就是粘合剂，这个就是咱们叫粘合剂，现在水泥，但是当时叫万年灰，知道为什么叫万年灰吗？不知道。万年灰，固万年，非常坚固，万年不变质。这个名字呢，还是秦始皇给起的。秦始皇？对。老师，那我们现在可以试试看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哇，太帅了！我们现在第一步要做什么呢？咱们先体验一下，装窑。第一步，先把柴火从这里装进去，对，把下面第一层铺满。好嘞！哇！马叔，你也体验一下。哎呦！哇，喜欢！这样等于咱们完成了第二层，然后重复这样的动作，一直到这个窑口，对，就可以，然后就可以进行成第二步。哇，学会了！这个题还挺好玩的。运石头大作战。成员们选用不同的三种运送方式，将万年灰运上长城。三种方式各有特色，可以期待一下哦。哎，最平稳的工具，还不错，听起来哦。最可爱的工具，还有最活泼的工具，我选一个最活泼的。那我就选最可爱的，我觉得这个出错的几率特别小。好，我就被迫的获得这个最平稳的工具吧。哇，你们看，天哪！最活泼的应该是它，对吧？是马吧？是驴子，最活泼的 啊！它不是。最可爱的工具谁的？最可爱的是我的。你要骑驴？最可爱的工具。那我的呢？你的是这个最平稳的。最平稳的工具竟然是扁担吗？这是担子。你们出发。哇！就是来享受生活的，什么叫向往的生活？大概就是我这样的。哇！小心啊！等等我！下降，冲！冲！哇！
挑着担，月儿牵着马。我现在终于能感受到，好了，可以冲了。所有的修长城的守护者是多么的不容易，致敬他们。和驴车一起前进。驴都比你们快。这就是尔等帮寡人找到的粘合剂吗？正是。齐楚，这东西叫万年灰。万年灰怎么做的？哎呀，至于怎么做吧，说起来太复杂了。对了，秦始皇，据说这个万年灰是燕国人发明的，你可以去问问他们。燕国人，哼哼，等寡人回去好好找他们聊一聊。哎，对了，秦始皇，现在粘合剂呢也帮您找到了，您答应我们的补天石是不是该给我们了？既然尔等帮寡人了却了心愿，那寡人也绝不食言。在这八达岭之上啊，还尚存一块补天石，尔等称之为望京石，尔等去找吧。哎，不必跪谢了，有幸得见华夏如此，寡人甚慰啊。点赞点赞。拜拜拜拜。月萌萌，这里就是望京石。哇，终于找到了，来看一下。老龙，其实这块石头就是当年遗落的补天石，因为变了名字，所以一直没有被认出来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我一直找不到。谢谢你们，我又能腾飞了。我要去看看现在的世界了。给，龙鳞卡你们拿好喽。帆尼坦长城。纵横十万里，在这八达岭之上啊，还尚存一块补天石，尔等称之为望京石，尔等去找吧。哎，不必跪谢了，有幸得见华夏如此，寡人甚慰。点赞，点赞。好心肠，拜拜。你的热爱正在热播。